队友去捡到的。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啊，20个队伍，每个队伍所处的位置都不一样，因为在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们会有一个准备区，开区之后，所有的观众都会进入准备区。是。看一下陈果这个已经开始使用血瓶了，血瓶也是可以在我们游戏内去捡到的，可以通过击杀别人获取别人的血瓶，或者说是打怪。哦，看一下，我们这边已经。 把镜头给到了我们的现场的选手，企鹅电竞的主播明星队，他们选择的阵容看起来似乎是非常利于打团战的阵容啊，有纳可露露，还有这公明世隐，不知火舞。这种阵容打起来的话，其实是比较暴力的，是属于那种一套秒人型。对啊，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请求集合。 确实是因为这个游戏花了很多速度的，但是这边跟自己的队友已经脱离开了，三个人抱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陈鬼，刚才陈鬼是选了不知火舞，对，一个人在打怪，人生乏味，还是率先发育，咱们在边境突围的地图里面啊，最初还是要先到达四级，对，而且我觉得抱团走可能会更安全一些，一个人走之前装备的时候，哎，突然来一个人，队友没队友，队友汇合了。 现在是四个，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药神。难道说他们四个抱团抛弃了药神？我们的沙暴圈的安全的区域是处于我们整个边境突围大地图的右下方，所以所有的人都要往右下方去移动。现在主播明星队已经来到了右卫石林。哎，其实这个地方呀。 是可以隐身的，就是可能走着走着，突然就跟人家脸碰碰脸了。药神仿佛跟自己的队友脱节脱得很严重啊！他选了一个白起，依然是开团型的英雄。哎，草里还有野怪啊！草里有野怪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JC 这边，杨洋作为教练选教练的话，选择了一个苏烈啊。 六六是公孙离，我们之前看到过。六六也在这一块吗？对，就是如果落在地上的一些装备啊，你捡不了的话，可以直接把它拖动，划出这个框框内，就可以直接实现变卖，可以直接卖掉，不一定一定要捡起来才能卖。是，还挺方便的。是，而且也看到了我们的一些野怪啊，它会产出一些除了装备和技能之外的一些属性。 这个属性会给英雄增加他们的攻击力、法术强度，或者生命值。生命值、护甲都有。现在给到的是杨洋教练，杨洋这边，镜头。杨洋这边和自己的队友正在脱离这个沙尘暴，沙尘暴马上就要来了。我能盖，我能盖，我能盖，我能盖。我打上来，打上来，不该杀就一个杀一个。 我在那个开宝箱，我这个下午队的记者龙卷，谁过来拿一拿？我去，隐刃，闪电匕首，一星大招，狩猎陷阱蜈蚣，一星大招给他捡了。分一下，出了闪电匕首和隐刃两件装备，全部捡起来，然后给自己的队友。这边发现了一个人，新浪这边使用的是。 高剑离，队友，这波要蹲一下，在这里蹲一下。草丛里面应该是看到人了，这次这边应该是已经看到了人。对，确实。药神、零度、跑跑、浪浪。咱现在主镜头，主镜头给到的是我们的主播明星队，看到了一个宝箱。看这个普通宝箱中会初出什么样的东西？哎，我刚刚提醒这次抓的选手。 好玩的比较激烈，好像是看到什么敌人了，但是看到了人的阿宇也击败了敌人，这波 JC 应该是打了一波遭遇战。是的，哎，法术强度捡到了，还是蛮开心的。果不其然，现在青浪的战斗力已经来到了1932，在我们这个模式当中啊，如果打到后续，战斗力可能会突破4000，而在前中期。 1000多、1900的战斗力就已经很高了。对，我们再看看浪浪这边已经突破了2000的战斗力，可以直接用技能穿墙。这还蛮方便的。对，不用绕来绕去的找出口。
在房子外面的人啊是看不见房子内部人的视野的，但是在哪里有楼？走了，哪里有楼？十秒刷新。我怎么感觉我这个东西跑起来好傻啊？我来了。哎，OK OK，监视守卫，我给我。哎，出现龙。哪里有龙？先盯着龙去。绿点，左边。这个陷阱有什么用啊？我们下面有个。先打了，别打小怪。离圈非常非常近，看到这边已经刷了一个血族之书，这是想要给布置火舞。看到阿宇和吴昕这边是击杀了敌人。哎，这一局看到 JC 他们基本上是在找架打，而相反的，我们的主播明星队选择的是在这边发育。哇，我听到陈鬼在那里喊。非常大声，好想听一下他们到底是怎么交流了。看到了谁？哦，看到了一个赤猴。哦，这边看到了一个人，直接上去就嘲讽，是一个亚瑟，但是承受不了这么多伤害啊。直接被打残，然后倒地之后鞭尸。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模式当中啊，每个人他是有两条命的，击杀完了第一次之后他还可以被队友给拉起来，可以救起来，但是如果你身边没有队友的话就会被其他人鞭尸致死。鞭尸这个有点太可怕了吧。对，太吓人了。哇，你看这是什么装备，一身攻击装。看一下新郎这边是打双怪，这个装备有点好啊，痛苦面具、博君者之怒、小血书。我们听一下，又碰到了一个赵云。并没有，溜了，双也不急，我们都配合还是很好的。是的，在没有血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吃血。典韦又是击杀了对方英雄，好像这个图里面典韦很强啊。如果你遭遇战的话，一个打两个问题不是很大。是。白起直接用大招越墙。感觉 JC 这边发育的应该很好，一直在击杀敌方英雄。但是主播明星队也不差，你看他们的人均战斗力非常高。神装啊！哎，陈鬼在干嘛？陈鬼怎么还有个回城啊？陈鬼的回城是哪来的啊？好诡异。哎，技能撞墙了，身败名裂的一个操作。2700的战斗力，白起2400，六六还在发育，六六现在的装备应该是有点好的，13级，连阳紧随其后，无人能挡。刚是击杀，哎，看 JC 这边的所有人都还处于一个沙尘暴的圈的外围，而我们的主播队。主播明星队已经来到了沙尘暴圈的正中央。是的，洋洋这边好像和队伍稍微有一点拖，还好。现场交流的非常的热烈，现在100个人还存活了31个，而现如今我们 JC 和我们的企鹅电竞主播队、主播明星队，他们都还全部存活，就是说他们两个队伍就已经占据了10个人，而接下来30个人当中还有20个是他们的对手。他们跑得好快，好欢乐啊。哇，这一个提速机关确实有点变态了。再来提个速，哇，他们这巨人玩得好疯啊。这是在干嘛？你们在飙车吗？老司机带队，这巨人药神带队，看到人了，这波遭遇到了JC 和主播明星队先达成起来，这波技能全部拿了上去。 JC 这边仿佛已经占据了主导优势，而主播明星队这边已经击杀完了 JC 全队，这一波直接拿到了优胜。真是一套爆炸输出。阿珂来了。再看到人 ，JC 这边所有人都已经全部倒地，电光火石一般的操作。一个控。还在继续打。没办法，目前我们的两组明星队伍 JC 已经全部阵亡，一地的装备和技能。看得令人眼红，好肥啊！
其实我们看到两个队伍一起交手的时候，打 ，nice shot， 哎，来，我操，我操，刘老师，我操，多人，这是一波灭队的团战，感觉两边真的非常有缘分，居然在这个时候两边相遇了。是的，本来还想说最后。那看到杨洋教练都懵了，怎么了？我怎么就没了？对吧？辛辛苦苦发育了这么久，发育半辈子，浑身装备全部拱手让给了主播明星队，好气啊！现在主播明星队人均的战斗力都已经达到了3000以上，尤其刚刚阿宇和吴昕一直在击杀对方英雄，结果最后一身的神装让给了对面。是的，我们看沙暴圈。又在刷新，现在主播明星队他们的对手已经没有了 JC， 他们现在剩下的是他们最强劲的对手，毕竟对方是职业选手。现在还剩下13个人是他们的对手，而这13个人当中已经不足3队，如果超过3队的话，也就是说每个队都不是满编的人，而目前的主播明星队是满编的。而且现在他们的状态和血量非常的健康。对。我想现在如果想要战胜这个主播明星队，就必须要其他人联手。对，我看这个圈啊，他们可能是想去击杀，就是从外面跑进圈内的人。是看到了，发现那个吕布，孙浩宇直接打，但是凯直接开启了大招，回头想一个2打3，白起赶到，一个嘲讽接上去，吕布直接被击倒，不用管吕布，再去杀人，但是似乎队友已经放弃了吕布，赶紧溜，仓皇而逃。李元芳，李元芳被发现了。进到了草丛当中，躲了起来，现在在找人，全是装备啊，还有技能点以及属性点。这边应该是刚刚发生了一波团战，现在场面上除了主播明星队之外还有12个人，装备可能当时还没有来得及捡，是正好遭遇到了主播队这边过度可恶。这是一个战术的博弈，他们选的阵容我觉得还是蛮有想法的，全是大控啊，爆发大控，对，伤害又肉。又发现了，这是一个廉颇，是的，他非常肉，但是双拳难敌十手，他只能溜了，跑掉了。这是什么技能能跑得这么快？可是这边白起也不甘示弱，一个嘲讽接上，将廉颇秒杀，这是一个5打1。现在继续开始找人，现在还剩余15人，除开主播队这边，就是还剩2个人，也就是说最多两个满编队，最多2个满编队，但是我觉得应该没有2个满编队。是因为刚刚有击杀过一个队的其中一人，似乎李元芳还没死，李元芳占掉一个的话，就是接下来还有2到3个队，甚至于说我们可以大胆猜测还有4个队都是2到3人，而明星队他们现在。还是有5个人在的。对，明星队这边接起来继续找人，还是先到家族机关上面去溜一下，所有人全体集结，等待沙暴圈坐到身边之后，以一个家族的姿态冲到沙暴的安全中心。是的，安全中心又杀了，依然离他们非常的近，感觉这就是天命圈呀、啊、这个位置非常好，躲在了草丛当中，所有人视野都不暴露，当有人出现的时候，就会发现面前瞬间出现5个人，而白起先手，纳和露露接后手，加上墨子的大招以及不知火舞的瞬间爆发，主播明星队这边现在已经几乎是无人能挡。是的，现在正在找人，看能不能找到，这个圈已经非常小了，这一块都已经摸索过了，沙暴圈现在非常小，当沙暴圈缩小到最，哎，这里看到一个人，啊，应该是一个怪，啊，这是一个怪，沙暴赤猴。这是我们的边境突围地图当中除了湮灭之眼之外的最厉害的野怪，刚看到刷新了很多的技能和装备，奥数法杖是新的装备，看到了一个人残血直接秒，李元芳又出现了，应该是走不掉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守株待兔，这应该是直接秒杀，因为李元芳倒地的时候是直接死亡，他没有队友，所以他没有进入第二条命的状态。是的，刚刚应该我看到有一个后羿的大招飘过去了，那应该是还有个后羿没有找到的，是看能不能找一下，这一块是已经都发现了，并没有什么敌人，可能敌人在圈的另一边，混沌火种
如果没有记错，这应该是安琪拉的技能。这个明世隐手里捏着个安琪拉的技能是想干嘛？换装换技能了，换成了鬼谷子的二技能，是一个大控制，万物有灵。二技能是一个范围拉，还可以给自己的队友加护盾。明世隐加一个控，我的天，有点惊呆。血管里流淌着万物。看一下，这一波现在还剩13个，北的地方，也就是说，外面还剩8个人，而这8个人。到底有没有满编队？发现了，全部出现，有后羿，但是不知后先手被控到了半血以下。这边是一个满编队，可是先行击杀一个，看到了明星队这边先行放出了一个技能之后，把所有人框在其中，敌方已经几乎没有了作战能力。墨子这一炮，程咬金残血撤退，主播明星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的损伤。人生爬坡到了，又是一个控制。还剩下3个对手，主播明星队5个人一个都没有死，他们现在已经全体神装，又发现了对手在圈外。这波如果全部杀完的话，是让我们看不到湮灭之眼的秒掉，还剩一个，还有一个在哪里？在找人，在找人，在找人，最后那个人在什么地方？现在是没有视野的，在最后这一个沙暴圈当中，最后那个人瑟瑟发抖。最后的沙暴圈发现了，这是一个沙暴狮猴，并不是湮灭之眼。技能放出去，我们来看看这边还在找，白起还在找人。最后这一个沙暴圈即将刷新。哇，发现全都是收集癖啊，收集了好多，最后只剩一个人不找人，在这里欣赏自己的装备。是的，这一波看到了阿珂，看到了阿珂，阿珂进入隐身状态，这一波所有技能全部轰炸，但是阿珂还剩一丝，却加了一个护盾，这一波没办法走了。让我们恭喜主播明星队，打完之后看到他们称自己为不要脸组合，究竟是不是不要脸组合？待会我们要采访他们一下。不过 JC 第一场还没有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比赛当中，对于这个边境突围的模式还没有第一时间了解，没有适应。对，第一波的交锋他们败下阵来，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今天毕竟一共有4场边境突围。是的，而且我们每一场开始和结束都会在直播间。我需要一个破军。并没有，并没有，溜了溜了溜了，走走走走走，双眼不急。我们都没手，我在刷野，我在刷野，典韦，我在典韦，来了来了来了，锤子锤，真伤真伤，一个大招，砍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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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团抱团，来来锤子锤，我有大我有大我有大，你死吧，哎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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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砍刀砍刀砍刀，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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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杀，哎来来来，我杀我杀。他们遇到那一次了，遇到那一次了。他们摆了一只的大刀，你看见没有？他们玩过这个模式。他们下路过。他们还没跑。我们已经提前阵亡了。看完了刚才的比赛之后啊，
主播明星队是获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是的，上面也是显出了几个大字，妲己请你吃火锅。妲己请你吃火锅，这可了得，毕竟咱王者荣耀是诞生地是成都嘛。是的，那让我们有请到浪浪以及他的一个队友上来接受我们的一个采访。来浪浪，